应该是这样拉过来，然后撞到吧，这样撞到。《History》系列第四季《近距离爱上你》正如火如荼拍摄中。过去曾在飞鱼高校生合作过的宋维恩和涂善存，这回倒是转换了身份，让涂善存变成了《History》系列的学弟。那时候在拍 那一天的时候，我就陆续的观看到一些他的精彩的镜头，好比说没有穿衣服的镜头，然后我就说，他的身材比起好很多呢。他知道我要拍这个，他也有马上传讯息给我，然后说要叫我加油。但他有说要来坦白，但他现在还没来哦。还是没来哦。文彦学长有空的话，记得回来探班啦。而这次四位主演的高颜值，让戏未播先轰动 ，CP 感更是蔓延到戏外。我反而会觉得幸好是善存，就是跟我演搭档，善存也帅帅的。是重点吗？是颜控对不对？帅帅。对，有点颜控啦，然后就是善存也帅帅的，然后又很贴心，然后可能外面很冷，然后我那刚好那个戏服穿很薄，他就会说：“哎，外套给你。”这样子就是看起来很无心，但是在无心，但是我会觉得哇，就是有被撩到，还是因为这个脸的关系。当然了，也要看。真的。好。嘿啦，这张脸一亮出来，相信没有人的心可以幸免。不过被问到剧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场吻戏，善存居然次数很多，太多了。就我拉他转身，用力过猛，然后就不小心，我的鼻子直接撞他的鼻子，然后弹出去，然后我们再起，然后导演在笑，呵呵呵，咔，然后我就蹲下去，我摸着鼻子，然后就红了。自己感觉愧疚吗？反而会觉得很好笑。我好笑吗？笑吗？完全不愧疚。应该是这样拉过来，然后撞到吧，这样撞到，就差不多鼻子嘴巴。我好像没事。除了谈起办公室恋情的涂善存和陈立安，另一组挑战禁忌的几兄弟安俊鹏、林家威 CP 也豁出去了。李牧素文就献给他了。哦，李牧素文给我的，对啊。本来很希望给。没有啊，给他我觉得很棒，很满意，满足。哎，你会被讲一辈子哎，就是以后是说李牧素文谁？安俊鹏。我愿意。算是第一次亲，然后。就亲下去的时候就莫名开始落泪，他落泪然后我流鼻血，对，不是撞到，没有，完全没有撞到，自然身体，对，可能有点刺激到我就流鼻血。你们那场吻戏是大动作吗？不然为什么会？我妹动作可大了，很大，大到流鼻血。这场让安俊鹏流下鼻血的吻戏动作到底有多大？大家就要锁定《History 四》近距离爱上你，亲自确认啦！完全乐圈双王俊杰采访报道。拍摄有期间有被彼此电到吗？应该。哎，这是你们应该是你应该看他。因为我在想。是。